as fashionistas, we'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original, what no one else is wearing. We're seeing great examples of that here today at the Taobao Maker Festival. Let's go check it out. 我们是想要做一些女性力量的东西，想要表现出女性坚固坚强的那一面，所以我们选用了石头这个材料。在来造物节之前，这个材料是在国内比较火的领域，是建材行业，室内的装修、建筑的石面，有很多人来了之后，做建材的来参加造物节做成了衣服，也比较有趣。 因为它有这个柔软的特性，所以它在一些有很创意的造型上使用起来更方便。现在大家对石头的开采呢，都是那种很野蛮式的开采，但是我们这个石头呢，是想让资源利用率上更高。那我们就把石头一层一层的接下来，这么厚的石头我可以接100片，资源利用率上我可以提高100倍。